各位观众，我的兄弟祝福你们好，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。我们已经提到每个礼拜三六点下午，我们跟你们一起在奉上上帝的话，也一起祷告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要请你看这个图片，在我的旁边，你看这个图片啊，是啊，很重要。你清楚看这个图片，因为这个图片在我的旁边，我们可以看有很多天使，对不对？天使很多。上帝的话这样子说，你看，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将活着还处理道主建立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前。请出了解，请出跟我要请你注意，然后继续这样子说，因为主必禁止从天建立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声的号吹声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圣经的话这样子说，我们认为我们还在活着，这个是关于大家，关于大家，特别关于大家谁相信耶稣。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我们相信他，如果我们死掉，我们会睡觉，对啊，我们会休息，如果我们相信耶稣。但是耶稣回来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死掉的时候，那时候或这时候我们相信耶稣，我们服从他的话，所以那时候耶稣回来，我们会先复活，我们会先复活，以后我们真活着，我们这活着还驻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你可以看，如果你相信耶稣，如果你相信他，你死掉了，你不要担心，你一定会休息，一定肯定你会休息，你会睡觉，你会睡觉休息一下。耶稣他回来的时候，大家相信他死掉了，会先复活，然后我们还活着的人们，我们会一定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。你看，朋友们，这个快要发生。我问你，耶稣回来的时候，耶稣跟他的天使回来的时候，你会跟他一起相聚吗？你会跟他一起相聚吗？如果你对我说了，你没事说关于死掉，你没事说关于耶稣回来，我恐怕，因为我没有救恩，我害怕。好，
你需要耶稣的帮忙，你需要耶稣的帮助，你需要把你的生命、你的生活赐给他，你需要一定肯定开始服从耶稣的话。我在说关于耶稣，我不再说关于任何宗教，我不再说关于任何宗教，我在说关于耶稣，因为除了他以外，朋友没有另外一个道路可以让你让我们到天上去。想一想，考虑一下关于这个话。我要请你一杯一瓶水，我要请你一杯水。我们要一起祷告，请上帝祝福一瓶水，一杯水。但是今天的祷告，我不会请他治疗你，我不会请他帮助你，有一个好好的健康。我会请他赐给你救恩，我会请他赐给你救恩、平安，在你的心里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耶稣说：“那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字，我就在那里。”所以，耶稣跟我们同在。让我们祷告。我的主，奉你的儿子的名字，现在我们一起祷告。我请你，我的主，下来，跟你的力量，对啊，你可以摸到这个瓶水，你可以摸到这个瓶水，对啊，我请你用你的手，为了摸到这个人那间的瓶水，这个人那间的杯水，耶稣，我们喝这个水的时候，赐给我们很平、快乐、平安。对，我们需要你的恩典，我们需要你的救恩，我们需要耶稣你的祝福在我们的生活中。但是高于一些兴趣，我们需要你的救恩，我们的灵魂，耶稣，需要被你拯救。所以现在我请你，耶稣，祝福这个人那间的瓶水。朋友，如果你相信耶稣，他有听过你的祷告，你那边你可以跟我一起喝你的水。我的主，我们爱你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恩典，我们有天天你赐给我们的恩典，天天耶稣你宽恕我们的罪，所以我们感谢你。朋友，我祝福你，如果你也相信耶稣，他有听过你的祷告，你也可以说阿们。好朋友们，基督朋友们，耶稣他快要回来，可能你对我说了你，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早开始听关于耶稣，耶稣要回来，耶稣快要回来，到现在耶稣还没有回来，你看，这个快要发生，耶稣他回来，因为他是圣灵的儿子，他不能骗我们，他不能骗你，他的话一定肯定会
发生，一定可定。他快要回来，他回来的时候，你一定肯定你会被他背弃吗？到见他吗？我再问你，如果你今天死掉，你的灵魂，你的灵魂应该去哪里？你年轻人，你的灵魂应该去哪里？朋友，我不再跟你们开玩笑，我每次这边来录音跟你们分享神的话，这个是因为朋友，我知道，人类死掉以后就有两个地方，第一天堂。我也知道，我们人类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写好。如果你写错了，朋友，没有办法。死掉以后没有办法悔改，没有悔改的时间是现在。阿们。把这个视频给你们的朋友分享，如果你需要帮助，你需要帮忙，你可以透过这个电话号码联络我们，我们会永远这边在为了帮助你们。我的圣灵祝福你们，下一次见。